非常欢迎你们前来参加我们环球音乐浪漫之夜暨外服环球音乐俱乐部的开通派对。首先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动感101 FM 101.7 的主持人张明，工长张，日月明。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只要你锁定我们 FM 101.7，就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啊。